姐妹们，今天啥也不干，全程为孩子服务，带着小五去洗澡去，带着刘大孙呢去理发去。你看这头发长得不得了，明天啊就开学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带着浴巾。啊，小五也好长时间没洗澡了，前段时间又下雪，加上他又感冒啊，我感觉得也得有十来天了。怎么带到那去给他游游泳？啊，带上这个洗头发的、抹脸的、抹身体的，这个是上次买的防游泳的尿不湿啊，防水的游泳用，然后再带一个给他替换的。洗澡的时候怕冻着肚子，还得带两个护肚子的。好了，走吧，满满一大包。好嘞，我拿的。嗯，再给他穿个外套，外边得冷。对。哎呀，还戴上小帽子了，小乖乖。好看吗，土豆？弟弟可不可爱？可爱。妈，你看小五可高兴了，可老着出去了。嗯，你看洗的洗的，好开心哟、哦。哇哦，盖上盖上。看俺土豆没出来过，俺高兴回了、那个眼睛到处看，是不妈妈？嗯，你看俺这胳膊里翘，胳膊里看的。来来，等会儿我抱他过来。上上上，我给你唱歌听吧。嗯。我在这待一会儿，你上里边给他洗去吧。啊，行，好嘞。嗯。游个泳，洗个澡。你现在乱球乱看的。嗯，人多，真是啊，这里边。哎呀呀，胖宝宝是不是啊？我问你下去找了，我操！哎呀，你宝贝儿。天不适应。澡还没洗来都睡着了，可能困了闹困，先睡一觉吧，睡醒再给他洗。啊，睡睡睡，乖睡睡。啊，睡睡睡。啊，不委屈了，不委屈了。啊。你站上这来睡觉了。睡醒了，心情好了，又愿意洗了。爸爸拍了吗？嗯。小薇睡醒了，差不多了。睡醒了，没事了，不烫了，乖乖。怎么这么恐惧的呀？啊？这么害怕洗澡的啊，小乖？哦，认人了是吧？不认识了是不是？好了哈，我们洗个澡。哇、哦，看我们宝贝，不紧张哈，不紧张。哇、哦，好了好了，已经好了，对不对？时间长没洗了，再加上现在有点热热，那陌生环境有点害怕，有点紧张。下次俺们就不哭了，对不对，乖？嗯。八点二八。今天咱洗个澡，洗个澡可费大劲。嗯，我一直哭，洗的时候哭，游泳的时候也哭。哎呦，听说来搁一斤呢？那十六斤半了。哟，这胖悠悠的呢。嗯，行，肉身上肉不少。现在带着大孙再去理个发去，好不好？妈妈，哎，我买个严打碗的鸭糖吧。买个糖呀？行，等会理发的时候，你要是不哭，我就给你奖励一个，行不行？严打碗的糖。好的，好的，大孙。你说话真算数，上次说自己演就自己演，真勇敢，对吧？对，就底下推推，上面修修就行。坐直，坐直，大孙。把脖子伸出来。对，把脖子伸出来。哎呀，真勇敢！歪头，好好配合。头发长的都盖住眼睛了，快！你往前来一来，我看一看，真帅！再看看后面，转一圈，嗯，真不错，刚刚好。嗯，那你看我勇不勇敢？勇敢呀，特别棒。来两个。好的，付钱去吧。你自己付钱吗？你给我付。你没带钱啊？嗯。你没带钱，你还逛超市啊？给我付。那边人，那边人。给你买的糖，给你打开一盒。哎呀，你看那哥疼你不？怎么样？还是那哥给你吗？给两只。哎呦，那两个一人一半吧，是吧？给俩一人一个。哦，行行行。还有卡片。哎呦，这卡片也是你弟弟的，是吧？嗯，咱俩能玩。哦，那两个玩。头发怎么样，剪的？行，太好看了。短溜的是吧？嗯。脸上给套了套了，我看到。帅气。不溜的。嗯。